乓进洞，难度一颗星。限时60秒，将乒乓球透过桌面反弹进入杯中，投进3个杯子即可过关。Are you ready? Let's go challenge. 好，看完了刚刚的这个规则，我们还是要再一次恭喜黄队哈，抢到门票哦。那我们也要跟大家报告，因为我们节目像连续剧一样，每周一到周三呢就是日冠军，对，最后还要争夺周冠军，奖金更多。那依我的观察哈，开播以来哈，黄队哈出来的几率最高，所以那个地方的风水可能比较好嘛？不是，因为刚好哇塞啊，这样子，哇，带来的运气啦哈。哎，不过其实还是要把握机会，待会还有第二轮哈，不要放弃。现在你们有10000块。等一下变20000块，好，请准备哈，要玩乒乓球，好 ，OK， 有运动细胞吗？应该 OK 的，应该 OK， 应该 OK， 不行 OK， 平常有在运动吗？对啊，已经一个月没运动，哦，糟糕了，一个月没有运动啊，你自己觉得你的运动神经怎么样？还不错，真的、啊，加油哦，好，这个东西要有点巧劲啊。对，其实如果是以手来讲，这两位的手都是很巧的，因为他的工作就是彩妆师，要一直在化、啊、化妆嘛，对不 对？这是有去跟老师学吗？还是、啊、念书的时候就是念这一科、哦，然后对啊，进这一行进多久了？啊，这样不就透露我的年龄了？无所谓啊，你很介意这个吗？哎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是中年吃香，现在是熟女，娇哥50岁都不怕，大叔都50岁，现在是大叔当道，拜托你越有资历越吃香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差不多10多年，那也还好嘛，36、37岁而已嘛。哎，我看你做过很多品牌，都合作过，对不对？各大品牌也跟一些艺人有合作过，比如说啊，有哪些艺人？对对 ，K1 哇，以前哇，好久以前的偶像团体哦。哦，他解散都10年了呢。我之前是他们的专属哦，真的、OK， 这个是当年台湾那个偶像团体之一哈、但不幸吵架就解散，很可惜哈。讲太白了，你是我说的。阿丽蕾，你入行多久了？我从因为我本身我对读书没什么太大兴趣，所以我从我年轻就出来，就是跟着造型师走到这样，对，一步一步。对。其实哦，就是有些人不适合念书，早一点进社会磨练也不错，技术型学到一技之长。对，不然现在很多人都不想要做什么，你刚好有兴趣又学到这一项。真的，其实一技之长很重要。我之前去很多大学演讲，我最怕他们问我一题，就是说，哎，请问哈，我现在念到大四了，但我还没有知道我自己的兴趣未来要走什么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你的兴趣怎么会来问我呢？对，问你怎么会知道？应该问你自己嘛。对，问自己，对不对？哈，有时候书念太多，哎呀，也是有点茫然。恭喜你，很早就找到方向哦。你还有别的？哎呦，这边还有哦。有，你为什么要吃这么多啊？你身上有几个地方啊？姜哥其实最棒的在腿上啊！来，还是寸口，哎，又来了。就蒙你今天上瘾，你上瘾了是不是？为什么要吃那么多？也不是上瘾，也是算是会想要给自己一个最大的突破，所以就会选择比就是最大的什么突破？对，突破就是求一个最高点，极致，极致，极致，我就是身体可以刺到最满是什么状态？就对，对，最大的，没办法，你也知道混黑道总是要有标志，就对，才唬得住人。太早出社会需要一点保护色，混过江湖了哈，大家不要惹他哈，不要惹他，这个不好惹。他抢答你们就放开手就对。犀利，好，高比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听清楚哈，1分钟进3个。好啊，不能重复杯子。对，好啊，进了之后1万就变20000。好啊，如果没进呢？那就10000变5000喽。那如果不玩呢？保持1万。不玩了、啊，不玩就门口在那里，你可以撤了。你这个说法倒是没人讲过。竟然想弃权？对啊，没有运动家的精神，人家都想翻倍啊。对呀、啊，好，加油，请就战斗位置，掌声给他拍拍手。好，嘉宾加油，来。1分钟，要用反弹的力量让乒乓球进9杯。哎，他丢得很优雅哦，但是都太大力了，你们看，哎，力道又太轻了，对，这个拿捏好难哦，在不断的调整哎，对，前面几颗大概都是在摸索，对，但我们很客气，我们给了一大篮哎，对，在测那个力道，又太大力了，又哎呦，直接往下丢，我觉得他不是很想拿这个钱，对不对？10000变20000哎，快一点。感觉他丢得很随性啊！你
颗都没有，现在一颗都没有哦。加油哦！30秒哎，时间过一半。对。哎，有没有？没有没有，跑掉了，跑到中线，跑到中间了。对。哎呀！你那个第一个弹跳线，抛物线，抛物线落点。有没有？还是没有啊？时间都快没了。一拦给他都中不了，好，倒数10秒，有没有奇迹出现？有没有奇迹？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！哇！这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玩这个游戏哈，史上最烂的一个选手，一个都没有进。怎么了？上次小朋友都有进，真的假的？对呀、啊，真的、欸，我蛮想试一个看看的。阿宝，你来进攻。来，好，来。我们这游戏有这么难吗？我一直觉得这关算简单。哎，有点难。太，对啊，这个角度有点怪，丢太高了。对，再低一点，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。你很会讲，阿宝，你来玩。我觉得你来玩玩看，真的没那么简单。很难哎。我觉得后退一点，看看因为这样子抓不到，他们两个抓不到哎。这样啊，你还要再后退啊？对，你不要乱叫！天哪，就是中不了哎。对，加油加油！你们俩跟这游戏犯错。最后两颗，最后两颗。最后一颗。不可能。嘿，没丢的。很难，真的还蛮难的。哎，怎么难成这样啊？怎么会这样子？你们一定偷偷设计过，对不对？那个先拉远。我就跟你讲，真的，之前小孩子都中了。对啊。你的小孩子，他身高还比你们矮，他还是一样的位置，砰就进去。他才小6哎。小6啊。身高问题，我们刚应该讲。不是身高问题，是智商啊，不是。没有，这个有点巧劲，有没有人想试试看？哎呀，妈妈来试，哎，妈妈很有 guts 哦。你怀孕7个月了，居然举手说你要试？不是，带球走的人都最球友。对啊，他跟他最有。来。给你3颗哈，3颗，来，你在这边试试看，这个位置才对了，对，这个我们是测试过最好进的，对，试试看哈，妈妈来试试看，友谊赛，友谊赛，哎呦，接近哎，他是用抛的，哎呦，他很近哎，对不对？他是用抛的，对对对，好，看看会不会进一下，进了送你冰滴咖啡壶，啊，没丢，好，谢谢妈妈，谢谢，已经算很接近了，阿 Ken 要不要来试试看？因为阿 Ken 一听就知道很常去酒吧这个名字哈。感觉就是混酒吧的，很少去。啊，阿 Ken 都在忙做工程师哈，玩玩看，试试看，好，体验一下。好，体验就知道有多难了。很难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还是安慰一下我们这个辛苦的黄队的两位化妆师。好了，我们证明真的很难。对。可是呢，我们要宣布10000元的奖金要折半，变成5000块钱带回去。拍谁？哈，会难过吗？Okay, 有啊，滴血有吗？滴血吗？有听到他在滴吗？哦，很遗憾，不过这个没有办法。可是观众，你看看，当你看到这个游戏的时候，你在家里一定都在笑他们，很容易。你在家可以自己先偷练，对不对？下次你如果有机会站在这里的时候，就可以抓到那个巧劲。不然这样好了啦，焦哥看他们这样好像蛮失望的。那我们刚刚不是介绍了一个冰滴咖啡壶吗？对，不然加码？又要加码？啊？我们两个主持人就是啊，就是败家。不然看他们这样就觉得很好。2选1，对，2选1，给你2个牌子，1号、2号，一个 win， 一个 lose， 选到 win 送你们冰滴咖啡机，好不好？好，要不要？还是不要？不要？好，太好了！你不要对黑道太凶啊！我刚刚有提醒过你哦。对不起，今天恰零恰后尾的。我帮你把篮子拿着，免得等一下飞。哎，这个凶器离远一点。好，请看大荧幕，1号牌、2号牌，请选择哪一个是 win， 把它猜出来。选择1号还是？姐姐你想选1号还是2号？大姐你要选哪一个？对。只能选一个哦。好，3。选一个。2。1，请选择。一。好，我们看一是 win 还是 lose， 请分牌。要输，露死输啊！我跟你讲，控制这个的人是坐在左后方，穿红色衣服的那一个。你不要报我的仇，你去报他的仇哈。好，很抱歉，奖金折半，奖品也没有。谢谢黄队的两位。等一下还有第二轮，对，第二轮一切归零，大家重新再战，休息一下再回来。Are you game？ Yes。